我今天来到魔芋，魔家高尖，卷铺。小姑，那经理又在一边搞你嘴是歪个不来？那一边这十块就不认领了。魔芋，来，哦，那是扩大的嘛，搞的是。哎，那米莲，你这两块挺好些的。小姑，你知道做工作起来肯定要缺钱啊？那速度可以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米莲，那欠缺了了。小姑，奶奶，我发钱，那我钱不敢白收嘛。我的要没钱币的，要意思。麻将彩票的，还发些中奖嘛，全款麻将头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玩的，我玩的。太愉快了。我还在。那变吧。